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下面我们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威慑念佛者？第二，为什么弥陀的光明不摄杂行者？第三，阿弥陀佛威慑念佛不摄杂行之人，是不是佛性不平等？那么第一呢，善导大师这个都有解释。一个是从在《观经》书的真身观，也就是善导大师全集的205页，善导大师有解释为三缘，说念佛的人呢有这三缘，杂行之人呢没这三缘，所以呢佛光不摄取他。第二就是说念佛呢是阿弥陀佛本愿，佛光摄取。那么第三呢，因为念佛呢，可以讲是自然法尔的蒙受弥陀光明摄取，所以从三缘意、本愿意和法尔意三个角度来说明。善导大师在《观经书自摄问答》说：“问曰，被修众行，但能回向，皆得往生。何以佛光普照，威慑念佛者，有何意也？”说只要被修众行呢，就是诸行呢，我齐修。那么修正行，如果要回向的话，只要能回向呢，都可以往生。为什么佛光普照，只摄念佛的人呢？这有什么道理呢？那么关于这个问呢，也有不同的理解。一个就是说，这个诸行回向，这里说但能回向，皆得往生。因为在其他地方又说呢，诸行回向杂行之人千中难得一二往生，这个似乎有矛盾。那这个解释呢，这里就说呢，它是提问。那么提问呢，就未必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语言呢起一个问话，这样问端呢不一定是他本意，这是一种解释。第二是说明呢，诸行回向得往生呢。它是指那种具有这个至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的人。那么，如至诚心有身心回向发愿心，特别是在身心文当中那么他就可以呢，体悟到自己是一个罪业生死凡夫，而呢转向阿弥陀佛的救度。所以，这个是说具三心的人具有诸行回向得往生，这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三解释是说呢。诸行回向虽得往生往生的地点不高妙，不是报土，他只能往生到呢，有像边地报土呢不能往生可以到边地。还有就说呢，这个众行你能够如实修行被修众行呢，能够如实修行的人，这样才可以往生。如果修行不能如实的话，也不能往生。那总之呢，诸行往生是由他种种的困扰。或者往生地点不高妙，或者往生把握不大。善导大师那么下面呢就回答了，此有三义有从三点来说明。一名亲缘，那念佛呢和阿弥陀佛有亲缘，众生起行，口常称佛，佛即闻之，身常礼敬佛，佛即见之。心常念佛，佛即知之。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这里讲的念佛它就特别旨在称名。口常称佛呢，佛即闻之。你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专修念佛，佛就听到。身常礼佛，佛即见之。心常念佛，佛即知之。众生意念佛者，佛亦意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故名亲缘也。
说专修念佛的人呢和阿弥陀佛呢三业不相分离，这样蒙受阿弥陀佛的星光照耀摄取。那杂心之人呢和阿弥陀佛呢三业强相舍离，那这样呢他跟弥陀佛呢不亲疏远，所以佛的星光不照，这是一点。二呢，名近远，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故名近远也。那么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应你称念弥陀佛的声音呢，阿弥陀佛现在目前，那光明摄取。那杂心之人呢和阿弥陀佛疏远，隔得远，那这样呢弥陀佛光明啊星光不摄取。第三点，名增上缘，众生称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终时，佛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故名增上缘。说念佛了还有第三点的利益，专修念佛的人有增上之缘，增上缘就是强缘。那么众生称念即除多劫罪，增上缘呢解释为呢一个是除罪增上缘，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灭五十一劫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这个叫做除多劫之罪。第二个呢叫做见佛增上缘，命欲终时，佛于圣众自来迎接，这个就是佛来迎接就见到了啦，叫见佛增上缘。那么第三点呢就叫这个灭罪往生增上缘，诸邪业系无能碍者，我们平常啊有邪见呢、啊、恶见恶业呢叫邪业，这个邪业呢按照本身来讲会把我们系缚在三界六道当中不能出离，那可是念佛的缘故呢，这个阿弥陀佛临终现前来迎接我们，以佛来迎接呢诸邪业系无能碍者，不能障碍，所以这样呢就是获得必得往生，这是讲增上缘。那么杂行之人呢没有这些利益，杂行来说呢不像念佛一生除多劫罪，那么这个利益就小了。第二个呢佛与圣众来迎接也不定了，那大家至诚回向愿生净土啊，只是说呢我们在修持杂行当中很困难，那么心呢也容易退，不像专修念佛啊越念蒙受阿弥陀佛光明的摄护，会加持我们增长我们的信愿。修杂行修到哪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满了够了都没有底，任你怎样的修行都觉得自己差得很远，那可是念佛呢是蒙受阿弥陀佛的摄取光明，那就不一样了。那底下呢善导大师啊做了一个总结，自于众行虽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较也。除了这个念佛之外其他了种种修行虽然说也是善行啊，是善，但是如果比念佛呢全非比较，因为念佛有亲缘近缘和增上缘，其他的种种修行呢没有这三缘，所以他和念佛全非比较，阿弥陀佛光明呢也不照耀不摄取，而念佛之人与弥陀亲近增上。这个是善导大师啊从三缘的角度来解释。那么本愿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学的这段文，说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摄，当知本愿最为强。当知啊就是解释了，您当知道呢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的缘故，也就是说呢称念弥陀名号呢顺随了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呢既然顺他因地的本愿，那果上的光明啊就来摄取。因为他发的愿望是说呢称我名号如果不往生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成了佛之后他成为无量光明的佛和无量寿命的佛，无量光明和无量寿命的一切德能呢就收缩在六字名号里边，那这样你称念他的南无阿弥陀佛自然果上的光明，因为因果不虚啊，有因感果了，果来应因呢，所以果上的这个光明啊就摄取因地所发的誓愿说称我名号的人，
那么他因地的誓愿呢，没有选取杂刑作为往生的刑法。那我们在称念他这个如果不是称念佛陀名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这跟他的因地本愿不相应。本愿就是佛的本心，那么跟他的本心不相应呢，佛的心光就不能照耀摄取。所以道理呢就是如此，很明显。那么另外说明呢，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它就是阿弥陀佛光明，这个是一体的，名号为体，光明为用。所以呢我们称念弥陀名号，那光明自然照耀摄取，这个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说呢，比弥陀光明名号啊，所以阿弥陀佛啊，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那光明和名号是一体，名号为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就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名阿弥陀。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不过呢它所表现的形式，一个呢就是声音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口称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善导大师啊，每念一声佛呢就能放一道光，名号本身就是光。而我们凡夫念佛呢也有光，不过呢我们没有三昧定力啊，不能让人家都看见，其实是有的。上次讲的那个故事啊都有说明，念佛必光啊，就是莲池大师记载的，一念佛呢胸口就放这个数丈的光明，所以鬼看到之后啊，哎，他就静下了离开了。所以我们只要念佛呢身上都有光明，在我们的念佛感应录里边呢也有多篇能够说明这一点。那么法藏法师啊，他讲法啊，在美国讲法也讲了这么一个例子。他是说呢，有一天他在讲念佛，那么下座之后啊，就有一个美国人就来说，哎呀，我也想皈依佛法了，我也想学佛了。哎，那美国人学佛的少啊，你怎么想学佛呢？他说我啊是个学神通的，学神通术的，那么他能有这个有一定的神通。他说看见念佛的人呢，只要念佛呢就有很大的光出来，那光有多大呢？他光大到啊，好像能把整个地球包起来，这么大的光。说虔诚心念佛的人光就这样，那个不诚心念佛的也有光，他那个光呢很小，就是像那个很微弱的灯光啊，闪一下闪一下，它扑一下扑一下就没有了。诚心念佛的光明好像大到能把地球把整个地球包起来一样。所以念佛必光，大家愿意放放光你就念佛。那也是因为这句名号呢本身就是阿弥陀佛光明之体，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感应道交，佛光来摄取，毫无疑问。从口中撑出来的声音啊，就叫做名号。那么从光明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佛的光明，也叫光明名号。像那个打雷呀、啊，打雷雷电啊，这个雷呢从声音讲就叫做雷啊，轰隆隆的响。那么从这个光来讲呢就叫做电，就电光闪闪。其实雷和电其实是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么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也是当下，当下我们称念名号，当下就以佛的光明来摄取我们，所以这个叫法而自然之意。那么为什么不摄取杂行的人呢？同样道理，杂行之人跟阿弥陀佛没有亲缘、近缘、增上缘，所以不摄取。同时杂行人呢，他不顺随阿弥陀佛因地的本愿，所以佛呢这个心光不摄取。同时杂行人他所行的形体啊，不是名号本身，那么跟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之间没有自然法尔这种感应道交的关系，所以呢光明不摄取啊，道理如此。那么至于说阿弥陀佛光明只摄取专修念佛的，不是不慈悲吗？应该杂行的人也摄取才慈悲啊。那这样的讲话哈，一个呢是不合理啊，第二个呢也是呢事实啊也不如此。怎么叫不合理呢？因为佛度众生啊，你说过他是根据
誓愿而来，哎，不能够偏离誓愿之外呢，另外强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都用自来水，那我们在架设自来水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管道铺设到每一个家里边去。那么如果你要用水的话呢，你一定要按照它所铺设的管道来打开水龙头，水才能流得出来。你不能强行在这个水管之外，在铺的管道之外另外要去出水。他说你这个你不慈悲啊，你应该到处都能出水啊，那不是乱套了，怎么可能呢？你一定要在管道里边才能出水。所以阿弥陀佛救度我们呢，他是根据这个第十八愿说，念佛众生啊，称我名号，以六字名号这个来救度十方众生。那我们念佛呢，蒙受阿弥陀佛光明摄取。那现在你在六字名号之外强求说你光明摄取我，那这样呢就不符合因果道理，也不符合这种呢誓愿和果上正觉啊这种自然的因果相顺的这么一个法则，所以这个是非理的一种责难。同时呢，阿弥陀佛正是要大慈大悲救度每一个众生，所以他才发了这一个称名本愿光明摄取念佛之人。因为任何人呢，你都可以念佛，那么你来念佛的话呢，你都被弥陀的光明所摄取。那么之所以要采取这么一个唯摄念佛的，就是发这么一个本愿呢，也是让我们众生啊，一个就是心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同时这个容易用这个法门呢，它可以容易的救度一切众生，其他法门就难，那么大家都做得到，它才是慈悲。比如说用这个诵经的法门来作为往生的一种行法的话啊，一种修行方法，那么我们很多人呢不会诵经，这样反而就不慈悲了。所以既然念佛的法门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所以每一个人你来念佛就是佛陀的光明照耀摄取你。所以是让我们呢心呢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然后呢人人可以行，人人可行就人人呢蒙受阿弥陀佛光明的摄取啊，这样呢反而就是显示佛的大慈大悲。第二点呢，以名号作为阿弥陀佛因地发愿的救度众生的方法，也是呢彻底究竟的慈悲。因为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啊，它包含了阿弥陀佛因地到果上的一切的功德在内。他救度我们呢，不能给一个半成品，或者给一个不怎么殊胜的功德，而是把他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的功德放里边给我们。所以这个才体现了佛最彻底究竟的慈悲。如果用其他的方法的话呢，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和利益。所以从这一点讲呢，是万不漏一的平等普摄的慈悲。那么也就好像说呢，这里有大水了，那么有船来救我们，这个船长就会喊说，哎呀，我这个船来是要救度所有人的，只要大家能上船，只要你愿意上船就可以呢救你过海，对不对？那么这样的，既然这样的喊的话，这个船不是说，也可以说呢两种都正确。第一个呢，这个船是救所有的人；第二个呢，这个船只救那个上船的人，是不是？那么说船救所有的人呢是他的本心，说这个船只救上船的人呢是他这么一个法则。但是都是喊你上船，你都可以上船呢，你不上船又说，哎呀，这个船长不慈悲，你应该不上船的人也能救就好了，这个不合理。那么六字名号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他我这六字名号大愿船啊驾来了，是要救度所有的众生，这是一种说法，所以十方众生。然后说呢，我只救度那个称念我名号的人，光明只摄取你啊，这样呢渡过生死海。这个其实两句话并不矛盾，救度所有的人是他的本心，只救度这个只救度上船的人是他自然的法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你就应该呢随顺这个船长的呼唤啊，他的这种邀请，他的好意来上他的船，就可以呢离开险境。我们所有的众生呢信顺弥陀的救度，我们专称弥陀名号，就等于乘上弥陀的这个六字名号的大愿船，那么可以安然
度过生死海。道理如此。好，我们下面呢来说明这句名号的本身呢、其实这底下这个讲义啊，应该也是在前面学习过了，简略再复习一遍。就称名一生，顿超生死。一生称名啊，当下就能够超越生死轮回。那么主要呢是以句观经的下辈三品来说明，说往生极乐世界特别容易。那观经的下品上生呢，是说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啊，出五十亿劫生死之罪，称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之中。这个下品三生的文我们有学习过，这是其中的一段。就说口称南无阿弥陀佛一生，当下除灭五十亿劫生死之罪。五十亿呢是一个数量词，那么它的重心落点是在后面说生死之罪，也就是说这一句名号让我们呢顿超生死啊，当下呢超越生死轮回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平常念的每一句佛也都具足这样的功能。不是说我念一万声啊，每天念三万声，念了一生三十年，最后那一念才具有这个功能，不是的。我们现在念的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出离生死轮回。所以中品中僧里讲，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如一念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类啊，这个是想念佛还没念出来。下品三生的人啊，虽然都是指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来开显弥陀的救度，但是呢他所角度啊各有不同。第一个呢是显示他们的罪业啊各有轻重，不管是十恶罪人、破戒罪人、忤逆罪人，那么一个比一个重。可是一个比一个重呢都可以得到这句名号的救度。像这个下品上生的人啊，他是造了十恶的罪业，那么他临终的时候呢，善知识啊先跟他讲大乘十二部经首提名字，他呢就有听闻这个大乘经典，然后叫他呢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人呢可以讲呢，他虽然说没有修行，比较起来在这个下辈三品人当中啊，他是最有修行的了。怎么说呢，他具有啊三业，他最后有三业。第一个合掌插手就是身业，身体啊身业，这个他合掌插手表示我的恭敬啊，礼拜是拜不了了啦，身业。称南无阿弥陀佛呢还有口称，就是口业。前面有闻大乘十二部经首提名字，是善知识跟他讲大乘经典，他也闻到思维有闻法，那么这个呢有意业，所以除灭了千劫重罪。那么对于这个下品上生的人呢，他是三业俱全，他是呢这一句名号当下呢往生西方净土，灭了五十亿劫生死之罪。那我们看下品中生的人呢，下品中生的人，中生的人啊，经典里讲说遇善知识跟他讲啊，他当时的情况呢是地狱众火一时俱至啊，火都烧来了，他是破戒的罪业比下品上升更重。那么他的能力呢，修行的能力呢就更弱了。他呢有这个意业，就是听到人家跟他赞叹阿弥陀佛啊，这个威神功德啊，光明神力，阿弥陀佛的戒定慧解脱之见，所谓五分法身啊，阿弥陀佛如此的慈悲，这样大的功德如何如何，此人闻已除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这个闻就是闻呢能够入心，闻有思维的，如果闻到没有思维，意业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他也不能除罪。所以这个下品终身的人呢，他是有意业的思维功能，还是能够思维，听你讲还能讲得懂，哎呦阿弥陀佛这么慈悲啊，那么他想来念佛，这么一心起心动念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念，当下命中，当下往生。所以他比下品上生来讲呢，他少了身业合掌插手，也少了口业，他没有口称，但是呢他有意业，所以比不上
下品上升的啊，他的根基比过他。那么再看下品下生这个人呢，他也是称达阿弥陀佛，他念了十句，哎，好像还超过了下品上生或者是下品中生，其实不这样。因为下品下生的人啊，他三业里边呢没有合掌叉手，没有身业，同时讲意业里边呢说善友教他为所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那么第一个念彼佛呢，就是指意业的意念，他的心中啊，就是意这个意识方面呢已经不能够意念弥陀名号了。所以善导大师就解释说呢，意业失能啊，彼人呢苦逼失念，他这个被死苦所逼迫啊，意业失去了意念弥陀名号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了，转交口称，他只有口称达摩阿弥陀佛。那么我们身口的三业啊，主要是意业为主为功能，那现在这个人意业都不起作用了，只是靠口称名号，也可以讲他三业都没有作用，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但是就是如此的话呢，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下品下生的人呢，就能够最彻底的集显这句名号的容易，即使你没有意业不起作用，名号也能让你往生。所以显示呢，这个念佛啊，口称名号非常的容易，容易到极点，显示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容易到连这个忤逆最重的人临终这个意识啊都不起作用了，都不能意念佛名了，失去这个最基本的功能，这样的人他都可以往生，你说多么容易。所以非常的容易，这是显示第一点。第二点显示呢，本身那你说下品上生的人啊，他还有合掌叉手，他还有闻大乘十二部经典啊，他口称名号，他三业齐全往生净土，还靠我们自己心中的一种功能。那么也可以说呢，下品中生的人哦，他也靠他心里边的意念思维的力量，他闻说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啊，这个谢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等等。如果你要这样解释呢，似乎还有余地啊，说还有凡夫这边哪怕小小的力量也要有一点，但是来到下品下生呢，连这个余地都没有了，因为他是连思想意识都不能够意念佛名的人，只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能往生，是显示这句名号的本身的法体，就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本身具足呢，让我们任何人口称可以往生的力量。所以通过下品下生呢，能够最彻底的反映出这一点出来，这个三品往生有这么一个次第的关系。那么同时下品下生呢，也不是说要念满十句啊才能够往生净土的。经中说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你每念的这句名号都具足了让这个下品下生的人脱离生死轮回超生极乐报土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之所以要说十念呢，是说明他呢罪业很重啊，这个不止八十一劫，好像罪业很多。那么另一方面呢，是显示什么呢，是显如果不说十念的话，反而显示不出来每一念每一念之间就具足这样的功能。说十念就说明呢每一念每一念都具足啊，你光说一念就以为凝重一念呢，不是的，他既然讲十念了，说念念都具足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平时所念的每一念佛号里边也具足了六字名号啊，它本身一切的愿行都圆满具足。那么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念佛是相续念佛啊，一念的人念了一句往生了，听闻这个名号当下一心归命往生了，不是说啊那就是我念一句了。那么通过这个例子也要说明我们呢，是平时呢就是念念相续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存在。所以这个下品三生呢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那么总之啊，这下品三生的人是说明呢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当下具足，让我们离开生死轮回，超生极乐报土的这个功德啊和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念佛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完全是名号本身具足这样的能力啊，具足这样的功能。所以善导大师他才解释嘛，说十生称佛，十生呢十愿十行具足，说南无即是归命，阿弥陀佛即是其行。这个六字名号里边具足了阿弥陀佛因地的愿啊，因地的大愿，还有呢照在永劫的修行，统统包含在内，而成为我们凡夫的所有。那么这个是善导大师呢为了清楚简洁明了的解释，所以把六字名号呢分为两节，说南无呢是发愿，是归命和发愿回向，阿弥陀佛呢即是其行。其实呢，如果我们念佛的人并不是说我念南无两个字啊，代表发愿回向，代表归命，如果不念后面四个字就没有即是其行了，或者说我念阿弥陀佛即是其行，我们念南无两个字好像没有发愿没有归命，也不是这样，是我们称念南无两个字，甚至我们有这个心念归命南无阿弥陀佛，当下呢阿弥陀佛即是其行。所以说这南无归命里边就包含了阿弥陀佛四个字的功德，就像这个下品众生的人，他闻说弥陀名号功德还没有开始称念，闻已此人闻已就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是因为他心中一念归命。那么南无归命呢，阿弥陀佛的功德自然为我们所有。那么我们念佛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呢，这个四字名号里边也具足了这个本来念佛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念四字名号呢也具足归命，也具足呢发愿回向。那么再究竟说起来，就是念一个字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六字名号它是圆满的啊，它从我们含凡夫这个角度来表达出来呢，成为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那么就它本身的意义来讲呢，它是圆满的，你沾上一点边就全部就有了，你念一个拿字也全部就有了，甚至脑子里边这个想到它，心里边圆到它，还没念出来也全部都有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所以大家就不要说呀念六字才能往生，念四字就不能往生，没有那个道理啊，通通具足愿行，通通往生净土。那如果你念佛你不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另当别论，你等于把这个法门呢你误用它了啊！这个六字名号这一法本来是让我们去往生净土的，你把它拿来求下辈子的福报也管用，但是呢它不是它的正，不是它本身所具备的正当的功能，这个叫做偏了。它本身是来要往生的，你拿来做这个求福报，这就不好了。我们世间的器具也一样啊，世间的器具也一样，比如说脸盆和碗，它也各有各的功能。碗呢它本身的作用啊就是来吃饭的，是吧？脸盆的作用是拿来洗脸的，那么脸盆你不拿来当洗脸当饭当碗的吃当然也可以，但是呢它不是它本身这一法的功能，是你自己要这么用。那六字名号呢它具足万德啊，你可以求世间福报也能求得到啊，你求别的也能求得到，但是它本身阿弥陀佛的本愿呢不是让我们只来求世间福报，它是要求往生的。所以有人拿念六字名号求开悟也行，但是呢这个不是阿弥陀佛它本来所设定的功能啊，你拿来求别的也可以。那主要呢我们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话，就和六字名号本身所设计的功能呢完全吻合，所以称我名号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才是正确的，叫如彼名义，如彼如来光明志向，这个就是名号本身的作用和功能，我们随顺它啊，信顺不疑，这样决定往生。那么这个是说明啊，称名一生啊就是顿超生死，那我们生生称名呢，那生生呢每一生每一生我们都不落在这个啊生死范围之内。下面呢要说明啊，下面的讲题是称名一行总超万行，这个也可以说呢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讲题。这个讲题啊
是要显示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个行法，这一个修行方法呢，超过万善万行的修行。这样讲呢，似乎啊是在做这个法无高下嘛，对不对？应机则妙了，药无贵贱了，对症则良，这是佛法的通途啊，大家都这么讲了。那么为什么这里讲称名一行总超万行呢？这个从教理啊，从我们从道理上来说明，另外也从往生的功效来说明。尤其这一点呢，是站在我们净土门之内，就往生来讲，这个名号决定往生等等，有很多殊胜的大的利益。我们以往生极乐世界来说呢，没有任何的行法能超过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行，要称念一行啊，总超万行。底下呢有列有三十个小题目啊，我先把这些小题呢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念佛大力无上，就是念佛的人呢能够得到大力，能够得到无上的功德。那么念佛之余呢，相对来讲所得的利益就小，就有上就有所不足，所以呢称名超过余行，超过其他修行，这是第一点。我底下在讲解的时候呢，会引用经文来证明它。现在是先讲解题目。第二，念佛福善无边。阿弥陀经里说呢，少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往生，而念佛呢，他的福德和善根呢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其他凡夫所做的有漏有为的行法呢，福善有限，所以念佛呢超越众行。这也是站在我们凡夫行持的角度了。如果是大菩萨，他能够修无相法门啊，能够呢这样他也福善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凡夫修不来。所以第二，念佛福善无边。第三，念佛福善同佛，不仅说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菩萨也是无量无边，所以若福德啊无福德相，是福德名为福德多，这个是心经金刚经讲的。须菩提啊，这个福德如果有福德相呢，是福德不明福德多。你有相，你有楼房那么大，有地球那么大，还是有相的。无相了，像虚空那么广大才叫多了。虽然菩萨也是无相也是多，但是念佛呢福德善根跟佛一样平等，所以念佛呢超越余行。第四，念佛总包万德。阿弥陀佛名号是万德洪名，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呢，所有的万德万行呢都包揽无余，所以呢念佛超越余行。第五啊，念佛圆超万法。念佛法门是万法当中的一个法门，可是这个法门呢它是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个是偶遇大师所讲的，超是超越，所以呢念佛超越呢万行。第六，念佛速即超速证。其他法门呢都要我们累积修行呢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念佛法门呢当下就是，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你一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超越生死轮回，所以它是即超速证的法门，没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呢更快。龙树菩萨说呢，即时入必定，其他法门只要慢慢修，累积到一定的功夫，虽然说这个顿悟成佛啊，有什么密宗也讲了，你这个当下成佛了，那这些哈都是指呢过去是久有善根所修持的人，并不是呢一个实业的凡夫他能达到的。而我们念佛法门就是说造恶忤逆十恶的实业的凡夫呢，当下这一念就能够即超速证，而且呢是往生到弥陀报土，所以这一点呢念佛超越余行。第七呢，念佛最尊第一啊，这是善导大师用寄语来说明的。那么余行呢就不是最尊了，就是第二了，那这样念佛呢超越余行。第八呢，念佛直入报土，而杂行杂修其他修行呢往生到化土，
或者是在啊这个莲花中五百岁不见诸佛，所以念佛呢超越于行。第九呢，念佛直取佛果，念佛不光到报土去，他而且呢是直接的是证取佛果，其他法门呢都是因，因为净土法门念佛法门是果地觉为因地心，其他法门从因向果，那这个呢不可为比，所以念佛呢超越于行，这是第九。第十呢，如同印光大师所说的，念佛成佛有余，念佛不仅成佛了，还有的多余，那其他法门也没有这么殊胜，所以说呢念佛超越于行。第十呢，念佛是实相行，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凡夫来讲要修实相行是不可能，除非你呢除了念佛法门之外没有了。所以修实相行呢，就是能够呢证悟诸法实相，能够如实相之理啊，不修而修，修而无修，这个叫实相行。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都是有相凡夫啊。可是我们如果念佛呢，就是实相啊，就是实相行，所以呢超越于行。如果修其他的法门，对于我们这样的凡夫来讲呢，都成为有为有漏的造作啊，不成为呢实相真实功德。那么以此之故，念佛呢超越于行。第十二，念佛是本愿行。念佛为什么超越其他的行持呢？原因在哪里呢？其他的修行法门虽然殊胜，虽然高贵，但是呢不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所选择众生往生的方法，而念佛呢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所特别选择作为众生往生净土的方法。那么其他法门你再殊胜，弥陀没有选择，没有作为本愿，而念佛呢是弥陀本愿行，蒙受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这个所以于行呢不如念佛。你就是能开悟，你就是啊这个戒定慧三学都能够圆满具足，都跟念佛没法相比。为什么？那是众生自力，没有弥陀愿力，不是弥陀本愿行，所以念佛啊超越于行，这是第十二个理由。第十三呢，念佛是正定业啊，道理呢从上面说下来，因为念佛是阿弥陀佛本愿所选择之行，所以念佛就决定往生，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啊，万分之万，没有一个遗漏，决定往生。而其他法门呢往生不定，其他行法呢不能成为正定之业。那么正定业和不定业相比，那当然正定业就超越殊胜，所以呢念佛啊超越于行，因为是正定之业。第十四呢，念佛万修万去，所以呢超越于行。其他法门呢修行杂行往生的人呢，千中难得一两个啊，百中稀有一两个，千中难得三五个，那么当然念佛超越于行。第十五，念佛呢佛光摄取啊，我们已经学过了刚才学的，而其他修行呢佛光不摄取，那所以念佛超过于行。你佛光不摄取，你再殊胜，佛光不摄取你怎么往生，怎么有把握呢？怎么能胜过呢？而念佛呢虽然容易，虽然简单，但是阿弥陀佛光明摄取，所以胜过于行。我们想不想被阿弥陀佛光明摄取呢？想应该怎么办呢？哎，对啊，想说把脑袋使劲往那里伸，那伸不过去的。不用我们呢，不用我们动步，比如说我们想冬天冷了外边秋凉了，我们想晒太阳，但是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太阳照不到你，对不对？你还要动动步，把脑袋伸出去让太阳照一下。我们如果要让阿弥陀佛的光明来照我们的脑袋啊，我们连这个脚步都不用动，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光呼就照到我们头顶上了。所以最简单最容易，如果想进入弥陀的光明摄取，只要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你说我在这里念佛，佛光就来这里照你。你下次呢出差到美国了，你到美国念佛，佛光也赶到美国照你。
你在飞机上坐着念佛，佛光在飞机上照着你，多好啊！就像这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那个跳芭蕾舞的，跳芭蕾舞的人，他那个演员跳到哪个地方啊，都有一个光跟着他，是不是？你看过没有？啊，跳的地方跟着他，我们一样，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阿弥陀佛的光在头顶上，你在这个讲堂里边，他就在讲堂照你。好了，我们现在讲堂里面有1000个人。哎呀，每一个人佛光都来照耀1000遍，不得了。然后我们散会之后啊，法会一散呢，大家走出去，在路上念着佛，那佛光就分成1000啊，每一个人头顶照着你，佛光照耀不舍，其他法门没这个利益。所以念佛呢，超越于行。第16啊，念佛与佛一体。我们念佛的人，因为被阿弥陀佛光明照耀，摄取不舍，我们心中有佛，佛的心中有我。我心里面，我们念佛心里面有佛啊，是心是佛啊，是心做佛，是心是佛了，心中就有阿弥陀佛了。我中有佛，那佛呢，佛的心光是遍十方法界，现在照耀摄取我们，佛心有我，这样的佛和我啊，彼此不分开，一体。所以讲三业不相分离。那么杂行的人呢，修行别的法门呢，跟阿弥陀佛心光相背疏远，跟阿弥陀佛一体当然殊胜了，跟阿弥陀佛成为两个就不殊胜。所以念佛呢，超过于行，这是第16。第17啊，念佛诸佛证成。证成就是说诸佛来证明啊，你念佛我来证明你肯定往生。而念佛之外其他法门呢，诸佛就把嘴巴他没有出广场舌相来证明，他舌头马上缩回去了。你一念佛，诸佛广场舌相马上伸出来说，张居士、王居士、李居士啊，人道众生乃至畜生道啊，地狱道、恶鬼道，只要念佛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等诸佛齐来证明，万佛一音，同样一个声音。所以这个殊胜，于行呢不蒙诸佛的正成，所以呢念佛胜过于行。第18点，念佛诸佛护念。诸佛不仅来证成你啊，他也是来保护你，来忆念你。怎么护念呢？底下我们会引文证明的。总之一个是护念我们的信心，一个护念我们不要被这个业缘啊杂缘所动乱，一个呢是让我们呢啊心中啊往生决定，护念我们。所以我们一个人念佛，我们大家啊真的不得了啊，我们一个人念佛劳动了这么多的诸佛围绕我们团团转呢。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是十方诸佛的中心呢。我们念佛的人在这里念佛，就是法界的中心啊，就整个宇宙、整个法界、整个十方诸佛，我们是宝贝啊，是中心。十方诸佛围绕着念佛的人团团转，像这个圆心一样，周围的圆圈呢围绕着圆心。我们念佛的人，十方诸佛都来护念，都来证成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来摄取。所以大家尊贵，不是我们自己尊贵，是法尊贵，是阿弥陀佛尊贵，那我们念佛呢也就尊贵了。像这个楞严经所讲的嘛，如燃香之人呢，身有香气。这个人呢，他身上本来呢不香，臭烘烘的，有汗，结果呢他燃了一个最好的上等的妙檀香，这个香一燃之后啊，40里都能熏了，他身上就熏得非常香了。他之所以香，不是他本人香，是因为他熏的这个香很香。所以说如燃香人身有香气，是则名为香光庄严。我们念佛法门叫香光庄严，阿弥陀佛的功德香，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庄严了我们。我们本来是一个贪嗔垢障的凡夫，身上有贪嗔的这个臭秽气，但是我们念佛呢，我们身上就燃上了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香味，就燃上了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光明。所以呢，这个才尊贵，道理在这里。第19，念佛二圣为友。如果修杂行呢，二圣不为友。什么叫二圣为友啊？就是观音世智，西方三圣嘛，阿弥陀佛是主佛，观音世智呢是胁侍。我们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观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他如影随形，自然的来保护我们，做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念佛啊，就超过于行。你修杂行杂修的，观音菩萨、狮子菩萨不来做你的朋友的。他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主佛阿弥陀佛的本愿，还在杂行杂修，跟阿弥陀疏远，他怎么来保护你啊？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光明来摄取我们，阿弥陀佛来了，观音是智能不来吗？对不对？不可能啊！国王出发了，大臣就随从，阿弥陀佛都来照耀摄取我们了，观音世智啊，文殊普贤啊，地藏弥勒啦，浩浩荡荡都来了，都来摄取我们，保护我们。所以二圣为友。第二十，念佛呢，菩萨相随，不仅有观音世智两尊大菩萨作为我们的这个善友啊，善知识，而且还有25位菩萨，还有无量无边清净大海中菩萨，都来如影随形的跟在我们后面。所以大家呀、啊，我们很风光啊，我们不仅到极乐世界才风光，在这个地方就好好的风光他一把。我们念佛的时候，后面很多菩萨浩浩荡荡，头顶上有十方诸佛啊，团团围绕，哎呀，正中有阿弥陀佛光明柱顶，哎呀，身后左右诸佛诸菩萨诸贤圣都来护念我们，光彩啊，尊贵呀、啊，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这个第二十，第二十一呢，念佛天神拥护。你看阿弥陀佛光明来照我们，十方诸佛来护念我们，观音世智呢来做我们的善友亲友，这个诸大菩萨呢啊，像影子一样跟在我们后面，连这些天神善神呐、啊，他们也不甘落后啊，也来也要恭敬你啊。为什么？你很快要到西方去成佛了，所以他们敬法众人，哎，都来保护我们，天神也来拥护啊，这个都有经文为证据的。第二十二，念佛是分陀利花，这个也是在观经里边讲的，释迦牟尼佛赞叹念佛人说，若念佛者呢，世人则名人中分陀利花。我们在人里边呢，在大众当中被人瞧不起，现在老太婆头发花白了，脸也皱了啊，文化也不多，被人家所嫌弃的，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士。只有谁呢？只有你儿啊，你孙子啊，在喊你。为什么？老太婆之所以不嫌你啊，因为你还有剩余价值，你还可以给我抱孙子。如果到你抱不了孙子的时候啊，儿子不孝顺，连那个儿子都嫌弃你了，说你只是老了，你这个又不能够什么什么。你看这个不孝顺的孩子啊，就会嫌弃老人。当然我们念佛的人家里的孩子啊，都是有教养的啊，应该不至于如此。总之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自己就感觉到年纪老了不如年轻人了，我们是退居二线了，我们是退下来的人了，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那个枯黄的草了，不像人家长得正绿的草了，我们是那掉的叶子了，是那个秋天里边秋风当中的一个老丝瓜。你看秋风吹过来啊，有一个老头，一个丝瓜、啊、又老又歪，人家摘丝瓜就不看他的老的，看那个嫩的，哎呀，这个嫩丝瓜长得有营养啊，哎呀，我们没人要了。但是呢，阿弥陀佛说啊，你是人中分陀利花，十方大菩萨有眼睛，你念佛则有录取，首先把你摘去，佛光摄起，到极乐世界了。那不念佛，他再怎样的荣华富贵都是啊过眼的烟云，甚至呢在那里造罪造业，还堕落被阎罗王摄取不舍，麻烦了。所以念佛很殊胜，分陀利花。第二十三，念佛啊，人中最上啊，这个是善导大师的解释，是人里边最尊贵最高尚最第一的。虽然我们是微微缩缩的，个子也不高，文化也不大啊，智慧也不大，钱也挣得不多，但是呢我们是人中最上，好啊。第二十三，念佛能灭重罪，连生死罪、谤法罪、最重的罪念佛都能灭掉，其他修持法门呢，或能灭轻罪，不能灭重罪，或能灭这个重罪里边稍轻一点的，不能灭谤法之罪啊。念佛不一样，所有重罪轻罪统统灭除，所以念佛超过于行。第二十四啊，二十五，念佛自增多福。念佛啊，说这个都是讲往生啊，
那么对现身也有很有利益。你不求福报，自然增加种种的现世的啊，这个门庭清泰啦，身体平安啦，子女贤孝啦，所以自增多福。其他法门呢，就是一个有一种法门的感果的功能。可是念佛呢，如同太阳催生万物一样，可以呢催生一切善根。第二十六，念佛啊，国泰民安，不仅呢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我们整个家庭都蒙受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光啊，一家蒙福，一人念佛，一家蒙福。不仅这一家得到好处，甚至呢，这个国家啊，世界和平，我们都可以做贡献、做利益。我们会说明的，国泰民安。这个前面啊，都是指呢念佛的殊胜的利益。下面呢，念佛不仅这么殊胜，还容易。如果很难，也不殊胜。念佛不受时限，没有时间的限制，其他法门就有时间限制。第二十八，念佛不受基限，不受根基的限制，其他法门有根基的限制，或者善根能修，恶根不能修，或者上根能修，下根不能修，或者智者能修啊，愚者不能修，而念佛法门没有一切限制。第二十九，念佛不受缘限，没有任何这个机缘场所的这个忌讳。如果修行圣道法门，往往还有忌讳啊，如果你弄得不好，还要遭罪。但是如果我们口称南无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任何状况下不会遭罪啊，没有忌嫌，百利而无一害。好，我们下午再学习。合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